你几天没洗头了？七天。你愿意天天来帮我洗头吗？那做 SPA。这是天然香氛精油，立刻就回复了蓬松哎，一种飞翔迷的感觉。嗨，兄弟，大家好哇！吃吧，肚子饿了。这些都是重口味的，对啊，麻辣锅才好吃啊。鸭血我最爱了，你知道这些都要吃光光吗？对啊，饭呢？像你这样大吃大喝这些重口味的东西，待会你不就是直播完之后，你都是这些油烟味、油垢的味道。脸跟头皮是同一张皮肤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它。因为很多女生都是妆化得很漂亮，可是呢都没有照顾好她的头发，尤其像你现在发根出油，有点扁塌的现象。待会吃完食物又有油味、食物味，怎么当女神呢？老师怎么办？救救我 ！QQ 我！来人啊，上道具！老师，你出门还在洗头发呢？没错，我今天要来帮你洗头，而且呢，我要用我的秘密武器。还有秘密武器？海伦仙杜斯头皮 SPA 香香瓶。那个号称可以帮头皮做 SPA 的海伦仙杜斯吗？就是它。那你可嘞？今天呢，我就要透过它来帮你拯救你的头发的问题，让你重新爱上洗头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老师，你出门道具真多啊！第一次在餐厅洗头，好紧张啊！我们刚刚大家最在意的那个头皮的出油啊、油垢或者食物的味道，就是透过它的这个去油净化因子，加上超微米泡沫来帮你达到深层的清洁，可以去屑，还能够从根源控油。这么厉害？对，控油。它的去油净化的效果到底有多强？我们看这个实验哦。你看那个沾满了油的羽毛，瞬间立刻就回复了蓬松哎。超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在按摩的时候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用你的指腹，那轻轻的在你的发根的地方轻轻打圈。好像在做 SPA， 老师这味道好疗愈哦。哎呦，内行的哦，这是天然香氛精油，是他们的国际调香团队特别打造的，有小苍兰，有茉莉花的味道，而且呢还有分前中后味。还有分前中后？对，这是不是只有大牌的顶级香水才有这么讲究？没有，好刚哎。对，非常的有质感。洗着洗着我都觉得我会睡着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准备小费给我了。我要付你一个蛋饺。其实啊，我个人啊以前是基本上不会开价洗发精的，但是我用了这一瓶之后啊，真的我爱上这一瓶，洗完之后超好做造型，因为很蓬松，而且男生香香的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可以，很棒，是不是很可以？很可以。耶、yeah, ，洗完了，整个头皮感觉超级清爽的，而且真的啊，这个精油香氛的味道，所以感觉就超放松的啦。不夸张，我在这个距离都可以闻到超舒服的味道，女生的香气，真的。那小卡老师怎样？你愿意天天来帮我洗头吗？我考虑一下，但是呢，海伦仙杜斯的香氛洗发乳可以通通送给你，让、哦、你带回家，通通送你、哎呦，天天自己洗好不好？来，不要客气，我们赶快吃吧，饿了饿了。哇，我今天吃了这么多油腻的东西，结果我头发依然蓬松自然，刚刚飞起来赶快，一种飞翔迷的感觉，而且我看一下。是清香的，跟我一样，清新中又带一点香气的感觉。小卡老师说的没有错，海伦头皮 SPA 香香瓶让我美艳动人。